信义乡的山烟花现在开了长穗，加上桃花、李阿花陆续开花，和整个的草坪头看过去是五花十色，非常的水。信义乡公所也宣布，对正月22号开始，信义乡的烟花季正式展开。尤其伫咧过年时啊，八重樱、桃花甲李阿花拢会做花大开。到时啊，欢迎民众伫过年来信义乡行村，享受泡温泉、食美食、欣赏美丽花海。我们新中横公路这一条项链里面最闪亮的珍珠，就是我们的草坪头。今麦来到信义乡草坪头，顶现是山樱花、李阿花大开风景，色彩缤纷，相当美丽，搭配着青山、茶园，顶现草坪头独有的樱花美景。今天可以看到现场哦，很多的山樱哦，开得满山遍野，相当的漂亮。啊，在此哦，也欢迎全国的游客哦，有空哦，可以来信义乡，尤其草坪头这边的樱花相当的漂亮。除了山樱以外，接下来的吉野樱、富士樱，还有八重樱等等哦，都会接续的来盛开哦。而且这边草原非常的一个辽阔，有非常天然的一个绿山来屏障，大山的屏障，又有很多的茶园，所以相托出非常好的一个景观。而且这边的交通也是非常的一个便利。掌声鼓励。在关户公社顶内边的参与下，共同宣布信义乡樱花季正式启动，草坪头也从未22号开始来收取50块的入园清洁费。强调全市间欢迎乡亲，为即马开始前来信义乡赏花、泡温泉、购买优质的农特产品。我们预估所有花况在过年的时候是呈现一个大开的一个情况。那目前有在开的樱花，主要是以山樱为主。那陆陆续续后面还有富士樱、吉野樱、八重樱、桃李、杏花，到时候会一次开。所以我们今年的花况预计会到三月中旬。我们跟公所跟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把在台湾最漂亮山谷草坪头的这些电线呢、来地下化哈。那不管在经费方面，或者跟这个电力公司的协调方面呢，那我们会一起来努力哈，把最漂亮的天际线呢、来还给所有的游客哈。信义乡公所表示，今年樱花提早两礼拜开放，因此预计在过年时，八重樱、李阿花、桃花拢将是大开的美丽景象，是过年行村的好选择。有关停车、接送等相关资讯，会当查询信。向公社记者金山山报道。